Hello，大家好，我是袋鼠哥，袋鼠哥，好久不见啦。那么最近 NBA 球季要准备开赛了，那么大家应该都跟我一样期待。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今天这部影片呢，我想来讲讲我们休赛期有什么球员的交易的动向，或者自由球员的这个签约，我想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会做一些分析，然后把我认识的人的动向大概说出来，还要做一些分析，然后，我还会分析一些队伍，然后球员的动向大多都按照日期，有些不一定，他的排序方法大多都是按照日期。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啊，这次的主题就是休赛期嘛。首先是交易事项，Rookie Rubio 从灰狼队被交易到骑士队。我个人认为这对克利夫兰骑士队是很好的，因为 Rookie Rubio 是一个很好用的控球后卫，所以我觉得这对骑士队是有收获的，然后灰狼队可能就损失了位还不错的控球后卫。然后下一个是 Andrew Drummond，我觉得他到76人是运气好的，因为 Andrew Drummond 还很年轻，很好用，到时候搞不好会打得更好。我个人认为啦，他跟 Ben Simmons 有了比，所以我觉得他可以当候补的76人中锋，可以带帮 Joel Embiid 省点力。好，下一个是 Dinwiddie，他表现也还不错，还可以。我觉得这对巫师也是好的，因为呢，他是有一个后场跟前场都有稍微一点点的能力，我觉得在巫师是可以慢慢发酵。我觉得他跟 Bill 合作是应该会蛮成功的。KCP，我认为他的表现算非常还。KCP 他的表现，我觉得还可以，因为呢，KCP 他有外线，有内线，这对巫师来讲，他们有更多的后场，而且这些人也都有一些前场，所以我觉得湖人队又失去了一个他们所需的东西，叫做射手。下一个是 Hurst，他这个中锋人是蛮年轻，有稍微的经验，所以我觉得巫师队这样，因为他后来把 Lopez 交易出去了，所以我觉得他们获得 Hurst 这个机会蛮好，而且 Hurst 很年轻，很耐用，但是湖人他们已经有中锋了，所以把他交易出去，但是我觉得这对湖人是有稍稍的损失的。下一个是克拉库斯曼，我觉得这个又是对巫师有利，因为克拉库斯曼虽然外线没有那么好，但是他的内线也很可以，外线也还可稍微可以。我觉得这对巫师又是有利的，巫师拿到库斯曼，还有其他我刚刚讲了，可能都会有完美的发酵，我认为。再来就是最大牌的交易，Russell Westbrook 从巫师队被交易至湖人队。我个人认为这笔交易呀，是让湖人队的三分越来越少，但是他们应该是要以外线为主，然后觉得越多老将越容易拿下总冠军。这个，然后巫师总算是摆脱了Westbrook 的价值连城的薪水，然后让
巫师队可以获得更多的好用、薪资也不会太贵的球员。然后他哦，他有外，他有稍稍，他有外线能力，有内线能力，他外线能力蛮不错的，所以我认为呢，这对暴龙队是好的。然后迈阿密热火可能就需要再找一个空位了，那就是我们下一张投影片会说到的 Kyle Lowry。这对火箭队是好的，然后暴龙队他们失去了一个有经验的控卫老将，然后呢，迈阿密热火获得了一个会投三分，稍微也可以切入内线，还有一些有经验、有拿过总冠军的控卫老将。再是 Pomp 里，他到黄蜂队，他还算年轻，然后有一点点的经验，我觉得活塞把他交易走是蛮可惜的。但是黄蜂获得了他呢，我觉得就可以慢慢用，然后跟 Ball 一起合作，然后打出好的表现。然后他，我认为他是有内线、有三分还不错的一个替补了。我觉得他如果有人有伤病或怎么样有犯规麻烦，他就可以上场去稍微撑一下，所以对太阳也是好的。太阳就可以把他放在替补，然后看有谁需要帮忙，然后就上再派他上场。然后 Morris 啊，我认为 Morris 他可以射三，稍微可以射三分，还不错，然后也可以切入。但是呢，我觉得热火会把他放在后补，然后好好用他。我觉得这个交易对两方都是有用的，因为迈阿密热火很需要这一类的球员，但是那个湖人队有。已经有这一类的球员了，所以才选择把他交易走。而且 Morris，我个人认为湖人可能觉得他在占位置。好，甜瓜，这也是一笔大交易啊！老将被交易到湖人，我觉得拓荒者之所以要交易走他，应该是不是因为不喜欢他会怎么样，应该是他主动自己说要去跟 LeBron 一起合作，拿下总冠军。再是，这个交易案我是觉得都还可以，因为他能切入，也能投。我觉得他是在湖人的第二候补，因为他之前去过湖人，可能对一些战术体系还算是熟悉的。然后他离开勇士队，那勇士队可能就缺少了一些比较能切入的那种球员，候补前锋啦那种。好，那下一位是 Lupus。我觉得巫师队交易走 Lupus 可能是有稍稍的损失，因为 Lupus 是一个蛮厉害的防守将。然后魔术队拿到他，他魔术队就有个至少有小名气的中锋了。而且 Lupus 他也算是防守大将，禁区得分能力也还可以。下一个是魔兽 Dwight Howard，Dwight Howard 他从76人被交易到湖人，所以你看现在湖人感觉老将越来越多了。但我觉得他会被交易湖人，也他之前已经去过两次湖人了，对湖人的战术体系应该也蛮熟悉的。然后呢，可以跟 LeBron 好好的合作，我觉得，而且他也是有经验的老将中锋，说不定可以在篮下做点防守，或者稍微得分，我觉得这笔交易可能对两方都有利。因为76人得到 Andrew Drummond，如果是我会选 Andrew Drummond，因为 Dwight Howard 年纪已经大了。然后 Tess，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好用的后补中锋啦，他可以帮忙接管先发中锋累了之后，他可以稍微上去帮忙一下，所以火箭队现在可能需要这种球员。然后 Thompsons，他从塞尔提克被交易到国王，我觉得这是好的，因为塞
Thompson 有稍微的经验，他而且还很年轻，可以继续持续的发展。他跟 LeBron 拿过总冠军，而且重点是他在塞尔提克，其实塞尔提克是稍微有点损失，因为 Thompson 很好用，你可以把他摆在先发或后都可以，他能替你在中距离以及篮下做防守还有得分，所以我觉得国王队拿到这个是不错的，期待 Thompson 的发挥。再是 Andrew Pacers， 我觉得这对犹他爵士是好的，因为犹他爵士，因为他可以射三分切内线，而我认为犹他爵士可以把他放在替补，我觉得犹他爵士的替补很需要这类球员，然后勇士队可能就是失去了一个替补不叫能用的了，因为呢他有三分能力，至少还能切入，也可以帮到一点点忙，可以稍稍的代替 Draymond Green。那但不知道为什么勇士都要把他交易走。好，再是 Steve Adams， 我觉得 Steve Adams 他从鹈鹕被交易到灰熊，我觉得这对灰熊是好的，因为呢 Steve Adams 之前跟 Russell Westbrook 在雷霆合作。他们的表现也很有默契，有稍稍的默契，自从 KD 走后，然后 Steve Adams 的表现也一直都很不错，他是有一个经验的老将，他是防守大将，一个球队的防守支柱，他可以在篮下取分，他可以在篮下帮忙防守，可以帮忙挡拆。再来是他被从灰熊被交易到纽奥良鹈鹕，我觉得他虽然没有比 Steve Adams 那么有经验，但他很年轻，表现也还不错。我觉得他被交易到鹈鹕是有机会被鹈鹕慢慢磨练，然后跟 Zion Williamson 慢慢合作了的。然后 PJ Tucker。他表现也还不错，而且我认为公路会把他交易走的原因是因为公路其实内线已经很好了， PJ Tucker 比较冲击在内线，他有一点三分能力，但我认为公路这类的球员已经够了。然后呢，我认为迈阿密热火会想要他，可能是把他放在替补或先发都不一定，反正因为他是一个标准矮中锋，有稍稍三分能力跟内线能力，迈阿密热火我认为他们需要这种球员，所以才会把 PJ Tucker 弄来迈阿密。是 Oubre， 我认为呢，他从勇士队被交易走，是因为他跟 Curry 有一些，还有管理层有一些处得不太好。他有一些些的三分能力，还有一些些的切入，他算可以。然后我认为黄蜂拿到他，总算是有个射手也可以切入的人了啦，说不定可以跟 Ball 合作。虽然他有一次连续二十几颗三分球没进，好，题外话，好，下一个 Lonzo Ball， 他从纽奥良鹈鹕被交易到芝加哥公牛，这对芝加哥公牛绝对是有利，因为他已经有 Zach LaVine， 再加上一个 Lonzo Ball 厉害的控卫，那他们这季的表现一定会非常的值得让人期待的。我个人认为他们打上季后赛的可能是非常高的，然后纽奥良鹈鹕但就是一个失去有经验的老将控卫了。下一是 Kemba Walker， Kemba Walker 从塞尔提克被交易到
雷霆队被雷霆放弃后，到了纽约尼克队。我认为塞尔提克支队塞尔提克是不太好了，因为 Kemba Walker 他之前在黄蜂表现很不错。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塞尔提克会想把他交易走。总之呢，我觉得雷霆是失去了一个机会了，因为 Kemba Walker 再怎么样也是有小名气球员，这样雷霆队说不定应该也不可能直接因为一个小名气球员直接逆转，但他们总算是有一个发展了嘛。然后接着到了纽约尼克，那他到纽约尼克，我觉得纽约尼克值得期待，但是他就是要好好跟Derrick Rose 分配球员，他应该是在先发 Derrick Rose 在替补，然后所以我觉得纽约尼克拿到 Kemba Walker 对纽约尼克有非常大的帮助。再是 Andrew Iguodala， 这就不用说什么了，他之所以会去到勇士，就是因为他想在勇士退休，勇士队想要回到那个冠军阵容，然后 Andrew Iguodala 也很高兴可以再度跟 Curry 合作，所以我觉得这就不用多说。然后迈阿密热火可能就是把他交易，把他用到勇士之后，可能就可以获得更多年轻有经验的球员了。好，下一个 S Caruso， 我觉得因为 S Caruso 他有内线，你看 I 也可以灌篮，然后呢他也有三分的替补，所以我觉得湖人把他交易走可能又做错了一步。然后 Chicago Ball， 我觉得他拿到 S Caruso 又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可以把他摆在替补，所以这样看来Chicago Ball 又有越多厉害的人，所以我觉得这相对来说对公牛是很有利的，因为公牛可以拿到这种三分射手，也可以慢慢跟 Zach LaVine 来合作来搭档。再是 Demar DeRozan， 你看又是公牛，这对马刺绝对是亏的。马刺队把他们主将交易到其他队伍，所以呢，马刺队接下来这样，马刺队就会成为真正的发展队伍了。不知道Popovich 会怎么想。好，先不说 DeRozan 被交易到公牛，公牛更是迈向了一步，他们现在有 Zach LaVine、Lonzo Ball、S. Caruso 跟 DeRozan， 这几个球员都是非常好用的，而且也有不少明星球员都有三分能力、切入能力，但是我认为就要慢慢分配球权，因为 DeRozan 跟 Zach LaVine 两个都是曾经都是队长，所以他们两个要好好慢慢的平分球权，若分不好可能打的就会不顺畅。 Jeff Green， 其实这个交易案没有什么特别的，他有内线比较多，有稍稍的中距离跟不多的三分，但我觉得金块队可以把它放在替补，然后来慢慢培育它。Dennis Sugar， 我觉得湖人队又在做错了一点，没办法，因为呢，他们已经有 Westbrook、Dennis Sugar， 因为塞尔提克把 Kemba Walker 交易走，所以他们就要来了 Dennis Sugar。Dennis Sugar 也算有经验，有三分，有切入，我觉得他跟Kemba Walker 是可以比的，我觉得塞尔提克拿到 Dennis Sugar， 我觉得他们的搭配是让人期待的。看 Jason Tatum 还有 Jason Brown， 不知道会怎么发展。然后他从 Hunter 从拓荒者被交易到塞尔提克，我觉得这对塞尔提克相对来说又是好的。塞尔提克非常需要这种抢篮板的球员，他跟 Williams。44号的 Wallace 可以慢慢搭配，然后慢慢互换分配中锋的球权，然后塞拓荒者可能就是失去了一个候补中锋，因为拓荒者已经有一个好的先发中锋了嘛，那他们接下来可能就要寻找好用的候补中锋，有经验的，因为他相对是有经验，有经验还算是蛮年轻的一个球员。Rajon Rondo， 他之所以会来到湖人，应该是因为他之前去过湖人，想要跟 LeBron 联手，但是其实现在就有点尴尬，因为 Chris Paul 跟他是朋友，然后 Rondo 又跟 LeBron 联手了，这个好，先不要说废话，反正 Rondo 我觉得他是一个
有经验的传导球员，他可以拿来帮这些湖人那么多巨星帮他们分配球权，因为众所周知嘛 ，Rondo 去很多队伍就是帮忙分配球权，然后帮忙控球，帮忙决定谁拿什么球，然后一起讨论，然后帮主将、帮球星分配球权，让他们打得可以很顺畅。然后 Patrick Beverly， 他被交易到灰狼。Patrick Beverly 他情绪有时候起伏会有点大，有时候蛮激动的。但是我觉得他交易到灰狼队，灰狼队有一个蛮不错的控卫，虽然他的情绪起伏稍稍的有点大。但是 Jamal McGee， 如果是太阳，我应该会把他放在第二替补，等 Aiton 累的时候再上来帮 Aiton 防守，因为他是一个可以在禁区拿分，然后可以帮忙防守的一个老将。这就是他，我觉得公路队把他交易走，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上次的冠军阵容感觉他还不错，反正随便啦。马刺拿到他，但是已经是他们已经变成马刺已经变成发展队了，所以他可能想要把他放到替补，然后再跟新秀合作，所以不知道马刺下一期会怎么想办法。再是 Leonard Jr.， 我觉得骑士把他交易走其实是可惜的，因为呢，骑士其实他蛮好用，他有三分，有内线，是一个不错的球员，有可能打出自己的一片天。我觉得拓荒者拿到他是好的，如果我是拓荒者，我应该会把他变成替补主力，或是把他放在先发群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等一下再继续回来。如果你现在没有要休息，你可以在 YouTube 上将这一段跳过哦。好 ，Anyway， 我们大概休息了30秒。好，那我们继续。接下来是 Vontex， 你看马刺队真的放弃了，他把所有老将、所有有经验、打出一片天的全部交易走。反正我觉得篮网拿到他就是拿到了一个有经验、能防守、能得分、很厉害的老将中锋。他在拓荒者，不管在拓荒者混马刺表现都不错，期待他篮网还有 跟 KD、 Harden、 Griffin 跟 Irving 的表现。再是 DeAndre Jordan， 我觉得他被交易到湖人原因是因为他要代替 Dwight Howard 当先发中锋，能防守，能进区，算罚球有点烂。然后我觉得活塞是错失了一个机会，因为 DeAndre Jordan 有经验，还算年轻吧，然后能用、能防守、能得分，所以活塞队是失去了一个机会，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然后 Margasol 他蛮可怜的，他在湖人队后被交易，因为他被交易湖人队交易放弃的原因，应该是因为湖人队已经有两个中锋 DeAndre Jordan 跟 Dwight Howard， 所以他们认为已经不需要 Margasol， 因为 Margasol 已经很老了。然后他被灰熊队放弃，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奇怪，因为呢 Margasol 那时候在灰熊队明明付出很多，让灰成为灰熊的明星球员，让灰熊变得
挺厉害的，不知道为什么灰熊队现在要放弃他，我觉得就是忘恩负义，好了没有？然后所以现在让 Magasol 成为了自由球员。好，我现在要来稍微分析一下队伍。我今天要分析的就是最多明星球员的湖人队。先从先发开始，这我认为的湖人先发了。控球后卫 Russell Westbrook， 得分后卫 Carmelo Anthony， 中锋 DeAndre Jordan， 小前锋 LeBron James， 大前锋 Anthony Davis。你看这五个人三分命中率都不高。Russell Westbrook 不用说了，天瓜还可以 ，DeAndre Jordan 没有 ，LeBron James 还算可以啦，但 Anthony Davis 还可以啦，所以他们应该主要想以内线 为主，然后外线大概就天瓜跟 LeBron 还有 Davis 就稍稍有一点点，所以他们大概是想靠内线赚。但是候补看来，我认为湖人的候补，抱歉，这里简报上面写错字，反正继续。Rajon Rondo 控球后卫 ，Tucker 得分后卫 ，Dwight Howard 中锋 ，Ben Moore 小前锋 ，Ariza 大前锋。我认为这些，你看他们的三分火外线跟内线其实都比先发好，但是他们都还很年轻，可以慢慢的逐步成长，除了 Rajon Rondo 跟 Dwight Howard， 所以我认为后补也是强而有力的。嗯，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边，最后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